他已经自动的把我放在第二，不要叫我再倒回去讲，免得又讲不完。好了，就照他所放上去的，我们看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两棵橄榄树。那这两棵橄榄树呢，在第十三、第十四节的时候呢，就指明说这两棵橄榄树呢是谁？是两个受膏者，是两个受膏者。那我们来看看第三节怎么念呢？好，你看我第三节怎么说？那在这边有经文，他说呢，旁边有两棵橄榄树，有没有？七盏灯，然后旁边就两棵橄榄树，那很明显的，这个灯油一定是从橄榄树送过去的，对不对？因为橄榄产生橄榄，那才制造灯油嘛，所以就送上去了。那一颗在灯盏的哪一边？右边。一颗在灯盏的左边，左右两边都有。那你注意看呢、啊？请问在天上也没有，有没有也是这样的情况，对不对？圣父还有旁边是什么？圣子还有旁边是谁？圣灵，我们所谓的神学里面所说的三位什么一体。那现在呢，灯盏在这里，两位受膏者在旁边，也是三位一体的，这样子来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好，那我们来看在这里的时候，树呢，这两个树呢，这两棵橄榄树是油的源头，油的源头，油呢都是从那边出来的。那一左右两边呢？为什么要左右两边？这个左右两边呢？当然，除了他们是这个地位以外，那当然也是一个全备的，左和右中间有这样的，就等于是全备的。那只是那个不是我们人间的一个地位，那是神赐给谁就赐给谁。那两位呢，是一个受膏者，所以两位是一个受膏者。好，那我们这个从这里引申出来的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教会呢当要保守自己，避免落入了地位的纷争，维护受膏者是应尽的任务，使神的灵能够常在会中运行啊，没有这个，没有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说呢，我们要维护教会的这个受膏者，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任务，使神的灵能够常在会中运行。这个可能没有写出来，可能我自己添的。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呢？那两棵树呢，我就引申到地位的问题。那教会呢要受膏，这两位呢站的位置非常重要啊。那这两位容易让教会陷入一种境界，就是有纷争的境界。那我现在引申这个经文给你听，你就会明白。请你看了、马太福音20章的23节，马太福音的20章的23节，耶稣说呢，就是有一天的西比泰带了两个儿子来了，他说呢，耶稣呢，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在你的左右两边啊？那耶稣就说了，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是没有问题，只是呢，在我的左右呢，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这个经文的意思，也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了，是不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定时教的时候，门徒当中有人在抢位置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当然，每一个人都希望抢大位嘛。那彼得算老几？通常的耶稣都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去这个克西马尼园或变相山都是带着这三个人去的。那今天呢，雅各约翰的妈妈呢抢得比较快，因为彼得没有一个妈妈站出来说呢为彼得争个位置，没有。雅各约翰这两个就抢得很快，他就跟耶稣基督讲，你看了、你普通都是带着他们三个嘛，比较亲密一点的，那干脆这两个雅各跟约翰就坐你的左右两边就行了。那彼得听得不会很碍耳吗？难道彼得听了不会觉得你们在做什么？但让耶稣基督就很有智慧的回答他，基比泰的这个雅各约翰的妈妈非常有智慧的回答说呢，其实呢，
我左右两边是很重要，没错。只是问题就是，这个不是我人间的这左右两边啊，因为在天上的神要赐给谁就赐给谁嘛，好吧？所以你就从这里倒回去到看撒加利亚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因为耶稣基督左右两边的是两个受膏者，两个受膏者。这个到了启示录去的时候呢，我把它串到启示录去的时候，不是在耶稣基督在征战的时候有两个受膏者下来了吗？后来都被杀了，那一个叫摩西，一个叫什么？以利亚。那耶稣基督在变相山的时候，这两个同时出现，对不对？在主耶稣旁边。所以呢，你去抢这个位置，难道你雅各约翰你有配得争这个位置吗？所以我们就很怕了，那两位受膏者，人都想成为两位受膏者，那是很好的事情，但教会中最要不得的就是这个位置人去争了。当然我们以我们这种很客气的人呢，我们都不太会去争这个位置啊。受膏者来了，都是你们害的，让我呛到了，抱歉，呛到了，好，不要，吞进去了，吐出来你就需要。我说什么了？受膏者。地位啊，我们说了，难道受膏者好做吗？这耶稣基督左右两边好做吗？耶稣基督说呢，我如果钉十字架，左右两边要不要跟我钉？他们说可以啊，可以。好，那可以的话呢，这也不是我能够给你位置。教会最怕的就是呢，想要争取大位，让人家看得到。还好了，我们的教会里没人要争位置，你给他他也不要，因为要钉十字架谁要？似乎的人太聪明了啊，钉十字架啊，不然给中英去钉好了没？给 Daniel 去钉了，都让他们去钉了，我都不要争这个位置啊。那这个位置呢就辛苦了，很劳苦这一类的。可是呢，你说两个受膏者重要不重要？按你来说，这是属天的预表，这是因为现在撒加利亚在看天上的异象，他看到天上的这一个东西。那请问地面上的，地面上的，我们说这两位受膏者，他是一直源源不绝的在供应那个圣灵的油给教会的，所以这两个受膏者会生产油的。那如果有这样的受膏者，教会欢迎吗？但问题就是，我不是随便挑一个人能够生产油的。你看过去都是谁生产油？你要到 Mary 去啊， Mary 有油，可是又不是那种油啊。他好像你站在这里，那不断的圣灵就会有油跑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说了这两位受膏者呢，在教会里面非常重要。可是这个地位呢，又不是争出来的，是神说我给谁就给了谁这样子。一说神给了谁，大家都不用讲话，我们就眼睛看。看他会不会生产油出来啊？所以教会呢需要有圣灵的油，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我不开口油不会来，我要开口油就会来。这两位受膏者不站在那里油不会来，只要站着油，金那个七个灯盏的灯才会什么发亮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呢也不用去争，但是呢，我们羡慕呢做受膏者，那你们是不是都是受膏的人啊？就从圣灵来了以后呢，我可以这样讲，只要我们要侍奉之前的时候呢，我相信神选我们的都是受膏的人。感谢主哦，感谢主。我也不想在你们当中设置谁，设置谁是左右护法的人啊，我也不想这样子啊做这样的事。因为呢，但圣灵自己选，圣灵自己选。不过我刚才不是吊你们胃口一下吗？我不是说呢，我看到这个人已经看了两天了，我觉得呢，我觉得呢，他是一个像受膏者这样的人，但不是弟兄，不是弟兄。那现在姐妹，你自己心中蹦蹦跳，会不会是我？
弟兄没有份，不是没有份，还没有看到。只是呢，我看到那个姐妹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一个像受膏者这样的人。可能呢，也许她不是一个教会全时间的人，我也不晓得，因为我不认识。我只是觉得这样的人呢，要在你们当中被认可，因为他可能可以做更大的事。从今天开始以后，他的职分会扩大一点，不然他可能也许他只能认知到某某一件事情，但是我只能做这么一小部分。如果今天他能够遇见神，或者是他能够预知到神要用他做受膏的事情的话，神会扩展他的职分。你们拭目以待，看对不对啊？要不要揭奖了？要揭发答案了？那我看看是谁，好不好？谁叫绿军啊？来来，丽君来哈。你们看过丽君吗？你觉得她长得漂亮吗？这是其次啦，我只是吊你们胃口而已啊。漂亮不漂亮无所谓。这个丽君啊，是一个瘦高的妇女。她是一个瘦高的妇女。以前我有来过，我也没有注意看到他。就这一次呢，我从开幕典礼我就看到他了，只是我没讲话。我就觉得再等一天看看呢，是不是圣灵有同样的印证。今天早上我又看到他了。我为什么知道他的名字？因为问许牧师的。你们当中只有许牧师知道我要叫谁啊，谁都不知道。但是呢，丽君呢，将来会是教会里面一个主要的左右旁边的护。受膏者，丽君，你在做什么？啊、你现在做什么？什么？你现在做什么？哦，我是做工吗？啊，做工。哦，我是帮我老公做那个做账的。做账而已啊，啊，大材小用。老公的账呢，踢过去就可以了，他自己会自动排好。如果你有。你可以多一点时间给教会的话呢，我觉得呢，你是教会的生产者，生产圣灵的人。当然了，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你会来会去的时候，圣灵已经都进入到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去，每一个会堂你都已经有了圣灵在这其中。不过今天要把你叫出来的意思说，你从今天以后的日子，40年以后。啊，不是40年，40年多久了？这以后的日子，你要更多的在神的殿中。啊，你跟丈夫讲说呢，我已经把自己许愿给这个殿了，将来做你的账呢，用一只脚做就好了。啊，就踢来踢去，账就出来了啊。但是我要多一点时间帮助这个教会。阿门吗？你们都阿门吗？好。为什么我要保留到这里？因为我要讲到两个受膏者的时候呢，我才要把他叫出来。我刚刚可以叫出来的，但是因为刚刚这前面只是灯盏而已。但是呢，我希望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成为那个受膏者的东西存在。但是呢，许牧师会安排，许牧师会做啊，许牧师做。如果能够的话呢，我们希望他将来成为传道人。你丈夫有在这里吗？哦，晚上那就不是我的事。那是晚上是医治的，让他去治吧。如果可以的话呢，那我倒希望你能够成为教会的侍奉者。神会给你智慧，给你聪明，给你受膏，给你生产这个油，供应这个教会，成为教会的需要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就为丽君祷告。丽君姓什么？刘啊。好听的名字。哎，你们都留不住，人家姓刘的留得住的。你们都敢姓刘，好了，大家都留得住。这个可以留得住，留到40年以后。
来，我们为丽君祷告哈。有油吗？你们教会油吗？有没有抹个油在他额头上啊？做个记号一下。我们希望有油在额头上做记号，把它留住了，不然它跑掉。你先生是做什么生意？做什么生意？我们啊，我们是做账的。啊，做账。哦哦，那的，你的公司里的auditor 啊 ，OK。自己的，是在那种会计公司的啊，好，给他抹油啊，你帮他抹，好。好了，可以了。你到底是有没有油流出来？有没有油流出来？要留住他，对对对，要留住他。你们都阿门吗？你叫姓刘的留得住，你又不要改姓刘啊！来，我们来祷告哈。于是我们从众人当中把他给挑出来，于是他没太注意，他自己就是一个受膏者。上帝要把他放在他的这个左右两边的一个受膏的一个位置，也许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恐慌的事情，因为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我向来也不是在神的殿中里头能够做这种侍奉的人。但是神啊，我们说呢，神在找知音的人，神也在找知心的人，这人的音，这人的心是属于你的，所以求主耶稣基督把他的心给夺去吧，让这个人能够成为神殿中的左右的受膏者啊！让不是因为他能够做出什么，受膏者他本身就站在那里供应油的而已嘛。所以呢，让他生产油，让他的挥来挥去的时候，圣灵能够透过他的挥来挥去，能够把这个油泼洒在这个教会的当中，让这个教会能够感受到圣灵。有受膏的仆人常常来这里，有每一个会友都成为一个受膏的人，所以我们把丽君分别为圣，将来从今天开始，他在世上的事要慢慢减少，在神国的事要慢慢增加，或者他在神殿中的时间要多过于在家的时间。主，求你使用他，不知道怎么使用，我们也不晓得，但是把他从家里叫出来，把他从他的丈夫的公司叫出来，世上的这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慢慢减少，但是我要在神的殿中居留，让神的殿满有荣光，让神的殿满是圣灵，让圣灵的膏油能够医治许多疾病的，医治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他只要站在那里，圣灵的膏油就可以源源流下来。愿神亲自帮助，让侍奉者他们都有膏油抹在头上。主啊，求你保守这个孩子，保守这个姐妹，不让魔鬼撒旦来攻击他，你要保护他，保守他。越有这样的攻击的时候，如同我们上一章所讲的，神越让我们看见他就在这里。愿主耶稣基督成全这件事情，从今天以后，这人是属于神殿中的人，这人要站在神的殿中供应受膏的油。愿神亲自保守我们，以主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基督的权柄宣告，让丽珠刘丽珠属于耶稣丽君啊，不要说错，到时候叫错人去了，膏油膏到丽珠去了。让丽君刘丽君成就神的荣耀，成就这殿中的膏油，愿神设立他，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他吓一跳。哎呀，谢谢你纠正我，不然都到丽珠那里去了。我们当中有丽珠吗？啊，有姓丽珠的吗？不，叫丽珠的人吗？有啊。哦，还好他没来，
他可能在家忙他的，就没他的份了。哈利路亚！我们好好鼓励啊，丽君啊，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在那一个突然间冒出来的事。不过呢，我已经盯了两天看了，我觉得呢，这人是神殿中的一个橄榄树，一棵橄榄树，他要生产这个油，只要他。因为没有人提醒，所以他就不会注意。但是从今以后开始提醒他，他会真正的从身上流出那一份的膏油出来。我们需要有好的膏油。下一次啊，你请我吃饭，我会多认识你一下，还要看看你丈夫到底是谁。我要跟你丈夫讲说呢，把这个时间给了教会去，我要把你从丈夫的手中拿出来。哈利路亚。你不要偷偷告诉丈夫啊，让他自己回去讲，你不要鸡婆告诉他丈夫。好了，讲课讲课。可是呢，我好像意犹未尽的样子哈。还有一个，圣灵又没讲话，你鸡婆什么？圣灵又没讲话。还有一个，上帝自己选这个位置不是人可以给的、耶稣说了、谁在我左右是神要赐给谁就赐给谁的、这不是地位的问题，没有地位的纷争的问题哈。可是呢，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还有另外一个动作我要不要做、等一下再说吧，等一下再说，吊吊你胃口一下，看你有没有专心听讲道。哎呀，如果呢讲道只是这样子，这样有没有没有什么，就讲完就是了嘛，对不对？但我觉得呢，这个道要跟你们有关系，跟你们有互动，这样才会活起来，不是吗？我讲的道不是为你们讲的吗？难道我就对天花板讲，对不对？那如果这个道不能在你们当中成就的话，那你对天花板讲就可以了吗？我可以录个影，然后就对天花板讲。我觉得这个道跟你们有关系。所以我才讲这个道嘛，不是吗？好，那我再看下去，赶快，因为前面这一讲了，还没结束了，下面这一讲会紧张。我喜欢讲那个小无人机的飞来飞去的。好了，第三点，我们跳到第三点，不靠势力，不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什么？成事，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成事。这个神的殿不是要坏事，要成事。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势力呢可以令人家壮大，才能啊可以令人家扩展，但唯独灵呢能够叫人成事，有没有这句话？再跳上去，下一个有没有这句话？有没有？看到没？你们练一次。你可以壮大，你可以扩展，但成不了事。整个教会呢，你可以扩大，你可以有势力，但是就是成不了事。今天我们整个在教会为主缘故摆上侍奉，岂不是要成了基督的事吗？那基督托付我们的事是不是要成？那成你势力，谈这个势力干嘛？势力可以令人很壮大，让我们的这个教会呢 ，SIB 的这种叫什么 BM 啊，还是和尚那教会，我们很壮大，那又什么？那我们可以扩展，那又算什么？因为成不了基督的心事。所以呢，我们重点是在这里。如果呢，今天我有势力，我有才能，大不了叫我壮大，大不了叫我扩展，但是成不了耶稣的事。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把神的事挂在心中。我很佩服耶稣基督，在十二岁的时候，当父母亲找他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岂不知道？”他跟父母亲讲说：“哎，现在我走来这边了，你们岂不知道我应该以父的事什么为念吗？是不是？那意思就是我来到这个世上，我的重点不是要做你父母亲要做的事。”我的重点是乃要成全我父的事，所以我必须以他的事为念嘛，不是吗？所以呢，你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势力，大不了你很壮大吧，
你有能力了，大不了可以扩展嘛。但是成不了耶稣基督的事，你永远要记得这个事。所罗巴伯可能很有势力，所罗巴伯可能很有才能，但是成不了神的事。如果你只是靠着你的灵或靠着你的势力在办事的话，绝对成不了事。所以呢，你要靠着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这个话呢，你要跟左右旁边人提醒一下，不靠势力，不靠才能，乃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跟左右两边提醒一下，提醒一下左右两边的人，我们今天要成的是神的事，不是要成你的事。你的事如果没有神的灵也成不了。所以呢，我今天教会在这个地方，我有一个新会堂在这里，我要做什么？当然要成全基督的事。如果成全我只是一个和尚，那 BM 的这样一个教会而已，那成了什么事？成不了的。所以呢，我不希望只是我很壮大，我也不希望我能够扩展。那我重要的是，基督托付我做什么事，我要完成它。这是我这个教会的目标。你们说阿们吗？你们承认同吗？认同就好。好，来，我们再看过去。你看啊，有势力的人到底是怎么样？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五到三十六节，有势力的人会怎么样？他说：“我见过恶人大有什么？”好像一根青翠的树在本土什么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我也就寻不见了。有势力没有？有势力。可是呢，这个圣经上就说，诗人就说呢，哇，这好像一棵青翠的树，哇，直入啊，这个直接到空中去了啊。但是为什么？因为当有人经过去，不料今天我看到，明天不料没有了，我要找也找不到，连根都拔掉了。有势力又如何？大不了就像这个结局嘛。所以呢，这个就是呢，我们也不用担，我们也不要害怕有势力的人，他有钱有势，那又如何？明天我看不见了吗？所以呢，又不必要去惊慌，也不必惊讶。我最近呢，常常看到有人呢，几十年的老店关门了。我看到那台湾的新闻说，最好吃的牛肉面的店开了四十年了，突然间要关门了。我看到这个早餐店开了五十年了，终于要关门了。最近我看到很多老店都要什么关门了。那些老人家说，哎呀，我曾经在这个店吃早餐吃了三四十年，关门了。有势力没有？他们的发展到好几家分店去，但是需要关门的时候还是关门的，成不了事了，也没有后代要接的。所以呢，这些事情岂不是转眼成空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又何必追求势力的事情？有钱有势，但又如何？明年后年他就关掉了，不是吗？所以呢，我们就说呢，请求主耶稣基督把这些有势力的人都叫回来。最好关门就关掉就回来嘛，就回来了。你要在这外面很有势力，你就不想回来。但现在呢，我们发命令，那些有钱有势都回来。我们要建造这个城啊，建造这个教会啊，让他们都回来。谁不回来，我就将他关掉。哎呦，你看，有很多人要咒诅我，我恐怕离开这里，恐怕会半路上被拦截了。但是我确实看到很多有权势的人，不是权势，有权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没有了，关掉了。这是末了的日子，神要叫他关就关了，你成不了事的。所以只有神的殿成的事，直到永永远远，到主来回来那一天，这个殿还要在。所以呢，这个就是呢，这个撒迦利亚先知呢看到的事情。所以他劝所罗巴伯，哎，所罗巴伯，你不要以为你是君王的世家，没有这回事。你不要以为你很有那年纪才干，你是建筑师可以画，没有这回事。又重点是神的灵，只有神的灵能够成全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殿能够成就也是神的灵。我们说只有神的灵能够住在这个殿，保护这个殿，也只有神的灵能够成全这个事，还要再更多的成全。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好，到了第四点的时候呢，忽然间呢，
这个撒迦利亚先知呢忽然就讲了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就是虽然就是鼓励呢撒迦利亚的，但是也是给他一个应许了。这个应许就是说呢，不管有什么大山小山拦阻了，这些都不是问题，神会把它铲平。只要你肯愿意摆上，用圣灵的方法摆上的话，神把大山小山全部都除掉。只要我要你的话，你就可以成就。我把大山给除掉，你要不要进去？我把小山给挪开，你要不要进去？你就踏进去就好。因为我们都会想出很多问题，哎呀这个不行啊，这个有问题，哎呀你看到我如果要这样做我会有很多的问题。如果是圣灵的事情，神自己会把大山小山都挪开。你要说阿们。你如果要办神的事情，成就神的事情，神的托付给你的话，一定会有大山小山在前面，但是耶和华应许说我把它除掉，我把它除掉，你就可以进去了。好了，我们看第四件事情，这样说呢，大山算什么啊？他在所罗巴伯面前都被夷为什么平地了。所以呢，这是第七节经文所说的。所以我们来看到说，撒迦利亚看见大山被夷为平地的时候，因为所罗巴伯身上带有一个印，他说我要以你为印，所以呢，这个印盖下去的时候，这个平地这个山就没有了。我要把这个山移除，我就要盖这个印，这个山明天就消了。所以这个印很重要。但是呢，我如果看见教会的大山要被夷为平地的话，因为教会有圣灵的印记，所以神会帮我们移这个大山，移这个小山。有些时候我们说啊，看这个建堂开始要建的时候，其实早在这个要建堂的时候呢，我也有鼓励啊，教会呢动工吧，建，神会震动了，把这个金钱都带过来，没有问题了就做。那当然，你到现在你说，哎，怎么还会欠债啊？怎么还会欠债89万？我们应该来讲，开始动工之前的时候，这个钱已经都到齐了。那现在欠债呢？我说了，这不正常。但是拦阻这个教会建造的，有一天神要把它夷为平地，很快会把它夷为平地，让神的事能够成就出来。因为这个教会有圣灵的印记，所以神要成就这些事。这不是我说了，这也是配合圣经上说的啊，配合。如果撒迦利亚能够做得到的话，所罗巴伯能够做得到的话，那神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可以做得到。按理来说呢，我们不会有欠债，绝对不会有欠债，而且呢不应该有欠债，甚至于呢在动工之前的时候，我们的金钱全部要到期才对。但是有拦阻，大山在那里，小山在那里，所以呢，导致于呢，我们现在还欠了89万。我不知道那一天晚上奉献多少钱，如果加进去还有没有补满，我不晓得。但是呢，我宣告，今年之内呢，这些都要全部没有了。啊！而且圣殿还要换椅子，最后一道工程。你今天呢，就跟神讲，我现在坐的这张椅子是我的，我要带回去。那你就觉得你家五个人，你就坐五个位置，然后我要带回去，这样子呢，全部都到齐。我一直一再的在宣告一件事，这殿会非常有荣耀。好，那荣耀是看这个属天的，这殿会非常富足，这殿的百姓是绰绰有余，丰丰富富，充充满满。我不是一月来就已经给你补这句话了吗？是不是？那神会照这个事成就的，不应该到年底之前你还欠债，这个教会这个不对的。那因为有大山小山拦阻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把那个踢出去。以前没有用这个经文，现在我们用这个经文说，大山呢、啊、算什么？你在所罗巴伯面前要夷为什么平地？你们一起说，大山的算什么？你有钱算什么？你有势力算什么？你有才能算什么？你要被夷为平地。哎呀，好爽，好爽！我们宣告以后，所有西部的富人都富，有钱的人都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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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光光了，只有教会的不倒。只有来到教会的不会倒。好了，好高兴，好高兴
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大山一定会夷为平地，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成为印记。哎，这个不是我开玩笑说的，因为有 MP3 做印证的，你们慢慢看啊。好，第五件事情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快一点啊。那后来呢，这个殿盖的这个，后来撒迦利亚就看到一个异象，他说我在殿底呢就放上一个石头，放一个石头。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石头就是主耶稣基督嘛，他就是磐石。那我们看第七节，他说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哪里，你们念，我喝一口水。你是跪这个石头了，因为其实石头就是神。后来呢，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说耶稣基督就是那块房角石，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说在旧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被放在殿顶啊，殿顶，因为这个殿呢，那个顶呢就是那个最 top 的那一个嘛。所以呢，现在后来到新约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时候，降世为人的时候呢，他就很谦卑的成为房角石。那其实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这个殿的顶就是他。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殿的顶是在地下，所以在上面的跟在下面都是他的。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从古到今都是他的。以前旧约的时候，这个顶啊，顶是放他的；现在新约的时候，他的底是放他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呢，旧约的时候殿顶是放耶稣基督，新约的时候房角石这个根基呢是放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事情上呢，我们说呢，后来呢，我们说当这个石头呢，这是预表神的殿啊，那表明了根基呢会非常的什么稳固，还有呢对这个殿祝福呢，把恩惠荣耀都归于什么，归于主。对这个殿祝福，讲恩惠荣耀归主。好，第三呢，这个殿带动了所谓的恩惠的福音，因为这个天使在喊，就是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这殿有神的恩典，第二这里有恩惠的福音。所以呢，这里会帮助我们让这个殿呢满有主的恩典，蛮有主的恩典。也难怪呢，这个名字叫 Grace 的人蛮多的，因为呢，因为这个殿会有神的恩惠生在这个其中。所以呢，我们今天安置的这块石头呢，会让众人看见呢，他们会齐声喊着，人都喊着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殿的恩惠在上面可以看得到。在上面可以看到，这殿如果把石头压在房角石上了，看不见的那个就是救赎，就是救赎。所以上面有恩惠，下面有救赎，那就成全这个殿了，就成全这个殿。好，第六呢，他说呢，我就看见了灯盏，我看见了灯盏。那我当然用这句话在形容，等一下我要对照，要对照的是，等我看见这个灯盏的时候呢。那现在撒迦利亚到最后的时候，我看见这个灯盏，我等于看到神成事了，神成就他的事。所以为什么我特别要挑飞行卷、飞行飞飞小小飞机跟这个金灯台的事情？因为金灯台这里的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说恩惠恩惠归于这殿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说这个殿已经完成了，神成就了他的事。所以所罗巴伯不会再让圣殿荒凉，也不会让圣殿很颓垣残壁的这样子，而且是整个都被建造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为有灯盏的城市在神的面前感谢主。我也觉得这个灯盏会带给我们教会明亮，有受膏，甚至带给我们神的事交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成全它。哈利路亚！那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已经走了上古时代，我们又走了中古时代，我们又走到近代，我们又走到现代，这四个阶段让我们一直走过去了，整整走了40年的阶段，不是没有丰富意义，也不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动静，有很大的动静。曾经我们都觉得我们走不下去了。就在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神啊，你托付给我们的这个教会到底能不能成就？一直到今天，我们又死里复活，我们又死里逃生，我们又把这个殿给弄起来了，而且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宣告，
这殿神托付给这殿的事必然要成就，因为金灯台就在我们当中。受膏者就在我们当中，正好哎，我都想在你们这边待久一点啊。所以呢，神在这里给我们说的话，你要记住。好，下一个神说的话也要记住了，这个是比较恐怖一点的了哈。我喜欢的小飞机来了，无人机来了。嗯，好了，到了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班倒回去呢，到底有经文啊，倒回去啊。撒迦利亚书五章一到四节，请这个倒回去，会飞的书卷，我们倒回去，倒到前面我们练的那一段。刚才我们练了撒迦利亚书第四章二到七节，现在我们练撒迦利亚书第五章一到四节啊，看到出来了，来，我们一起练。哎，你们练得七七八八的啊，但是我练到这个小飞机我很高兴。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个小飞机出现的话，无人机出现的话，这个殿建不起来。为什么？因为百姓都为自己，所以他偷了神的东西，意思说这些东西本来都要送到神的殿去，他没有，他就把它收留啊，给自己建自己的房子住舒适一点，省得店荒凉没有人要去，反正祭司去处理就行了。可是神说这是偷窃，这是起假誓。过去你们不是宣誓说啊，省得店啊，因为荣耀归于这个店，但是你没有做，所以神说我派无人机去把它都找出来。所以呢，这个意思也就是从什么，神说呢，神派无人机出来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无人机一出来的时候，神说我把它都毁灭了。上个金盏灯金灯台的时候，神就说凡事都成了，只要靠着那圣灵方能成事，对不对？所以上个金灯台表示说呢，神可以成全他的事。可这个呢，这个就是我把它毁了，因为有偷窃的在这其中嘛。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圣灵很大的工作，你这个殿做成了以后，从我来，我看到从礼拜四那一天呢，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殿呢是将来的荣耀会，未来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怎么说？哎，未来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将来的荣耀会大过现在的，所以呢，我特别看重这个事。不过，这个事如果要成就的话，要有大的荣耀在后面的话，神一定会派无人机去偷看你啊！你要小心，晚上你要往天空看一下，有没有无人机在你家的屋顶上啊？你打不下来的，因为那是圣灵神差派的，所以这个飞行书卷就出去了。它有翅膀，它长二十肘，宽什么十肘，对不对？你知道？基路伯的尺寸啊，圣殿不是有两个基路伯保护那个约柜的那个基路伯啊，就是这个尺寸，保护约柜的那两个基路伯那个大天使啊，就是这个尺寸啊。所以呢，那个飞行的书卷呢，等于就是啊，我们撒迦利亚看到的是书卷啊，那其实都是天使拿着一卷书卷去记录的啦啊。我可以这样解释，也许你看不懂，但是整个基路伯保护约柜那个基路伯，就是它的尺寸大小跟这个书卷的尺寸大小都是一样。所以总而言之呢，可能呢这个飞行的书卷就是基路伯，只是他撒迦利亚眼睛看到了只是书卷，坐在里面记载。那你不会想说这个是基路伯拿着手册记录你们的事情，记录每一个人家的事情。好，所以呢，这个就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不怕人
把神的钱藏起来。我相信那飞行的书卷会去把它给找出来。那人可能说，我藏起来你也找不到啊，我怎么藏你又怎么找得到？哎，那些诈骗分子可能把你的 account 里面的钱全部拿走。如果诈骗分子都可以敲到你 account 的钱有多少的话，请问飞行书卷难道看不到吗？绝对看得到，所以呢，我的 account 里面常常保持不到100块，要么有的奉献，要么有的花掉了。所以呢，每一次呢 credit card 的钱要付的时候，我说：“哎呀，主啊，这 credit card 的钱，啊，怎么这么多？为什么脚都不偷我 credit card 的这个债，把它偷走了，不是好了吗？那让神能够啊祝福我的 account 不是更好？我的 account 每一次都看不到，等于到底了。”现在呢，我都跟师母讲，哎呀，我是小白脸，要靠你养哦。因为师母上班，我没上班，我退休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这次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说好吧，那没关系。如果诈骗的人他可以一个按钮按你的 account 的钱全部消掉的话，那飞行书卷难道就不可以看到你 account 里面多少钱吗？你放好几个，他都看得到。那当然，我不是只说，哎呀，你们偷偷的藏着神的钱，我不是这样责备你，我也没有在责备你们，你也不要去想象这个事情，以后你就不跟我打交道了，因为你不请我吃饭。我告诉你，这个呢是圣灵的事，你跟圣灵的事。所以呢，无人机是在天上的异象看到的，也不是说实际上看到的，只是撒加利亚在天上看到的这个异象，说哦，原来呢，原来有很多人偷偷的去藏了这些钱，然后去盖自己的房子，所以呢，就没有人去管理圣殿的事，圣殿的事总是盖不起来，总是欠债欠债。哎呀，如果欠太久了，我们真的要派无人机去查了。因为你偷窃了神的钱，你提了假誓，最重要的是，你说你没有那就算了，神也不会追你了。你说我要奉献，你又不奉献，这个是不是提假誓？请问，所以呢，这些事情呢，神都会去查。你不要以为圣灵查不到你啊，都会去查。所以我说我很喜欢那个无人机呢，那个无人机到处飞来飞去呢，把那些需要都查出来，把那些都放到神的殿。所以我说这个殿绝对不会欠债。绝对不会欠债，你不相信，神就今天晚上无人机就出发了。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无人机就，哎呦，老兄啊，你这个，哎，这个满满的呢，充充满满，你拿到祝福，你没有放到神的殿去，哎，你不要晚上睡觉梦见无人机在你家中，那就对了，那你就是已经有要拿出来了。我不用催你拿出来，我也不用催你说你有钱，洗布的人。我发现呢，因为早期都很贫穷，所以都会存钱。所以呢，如果低于 50% 的时候啊，没有钱了，没有钱了，没钱，但实质上有 50% 在那个地方，那只是低于 budget 而已哈。那不像我真的 account 没有就没有了啊。所以呢，这个事情上真的有些时候呢，神会帮我去查，我也不用，我只是宣告这店要充充满满。我要宣告这店要丰丰富富。我要宣告这店绰绰有余，鱼从哪里来？鱼从你家拿来的，从你的阿康拿来的。哎呀，有些人真的实在是，我不是讲这个事情在讽刺弟兄姐妹，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呢真的是，我如果要成为众教会之上的教会的话呢，那我必须要面对这个，对不对？今天如果别的教会他不是神有应许说要在众教会之上，我也不必查他嘛。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做榜样，成为众教会之上的供应者的话，那我们一定不能偷窃，不能偷神的钱。你的十分之一有拿到神的殿来吗？啊，你说呢？哎呦，我这边还有很多的债务啊，我自己也有很多的债。不，我不问你有多少债，我只问你这个月赚到多少钱，你是不是要把十分之一拿到神的殿去？大家都安静，就表示哎呦，主啊，那没关系，你安静就安静吧，我也不追你，我派无人机去了，我就派无人机去追你啊！你以为我不讲就表示没事吗？我告诉你有事，因为今天晚上无人机就会出发。凡偷窃神的这个，神就会找你算账，把你都拆毁掉。当然神不是要拆毁你了，神还是很爱你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说了，我们要见证了，我们要在这个时代见证，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要见证这个殿被建造没有难成的事。你觉得这样的殿就满足了吗？如果四十年以后这个殿还是这样子的话，这是不够的，这是不够。可能呢，我们要隔壁的土地还在增加，可能我们要再盖地下室的停车场，我们就这个殿要扩展，还要再扩展。因为神的事不仅仅这样子而已，我们要让这个殿容纳了众教会来这里可以参加一次大特会啊，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分会的或者几个认识的人来而已。这样的人呢，现在还有很多的空位呢。这个呢，你觉得神的心意满足了吗？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但是神的心意还没有成事，还没有成事。如果有一天成事的时候，众教会都来的时候，我也不必租大饭店、酒店，然后在那里办聚会，在我们的店就可以办了。我们希望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店再扩充一半，把这个店原原始始再扩充一半，把停车场放到地下室里面去，大工程，对不对？但是在神有难成的事吗？没有吗？不靠势力，又不靠才能，乃靠什么？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吗？我不是已经跟你讲吗？那些大财主，那些有钱的人，他在外面各地的，我就将他关门了，都回来了吗？那回来以后就可以帮助到这个殿。我们以后呢，我们要看到这个殿增加一倍，因为聚会的人多了啊，还要分好几堂。然后呢，我们看到了侍奉者也增加，受膏者也来了。然后我们要看到地下室，这个整个地下一二三四层都是停车的地方，我们不会在这边找不到停车位，或者是我们把这个坟墓都推掉吧，我们就啊，所以呢。神要做事，不是你用你的脑筋可以限制的，你干脆就交给神，就让神成就大事吧。神，你的事一定要成就，交给我们吧。啊，恐怕呢，那个时候威廉已经大概七十岁的人了。不会了，威廉功高啊，不是功高震主，应该叫功啊，功德圆满，还是叫不是功高震主哈？威廉在哪里？来来来来来，好，威良。威良昨天请我吃冰，我回去喉咙更痛，因为这讲的喉咙好像已经，因为冰下去喉咙就发炎了。昨天晚上哦，好痛苦，不过。我很感谢，因为如果师母在，我吃不了冰，所以呢，你们不要讲，你们不要讲出去啊。好，你看这人如何？哎呀，你真俗啊，什么帅而已，帅只有用在爷爷身上，不能用在他身上。帅怎么用在爷爷身上啊？啊，好，你看这人如何？一表人才，那个收不到他的形容词，收不到。我觉得呢，他也是其中一个受膏者。刚才不是有一个人在问另外一半呢？另外一个呢？啊，不，这是另外一个男的。这是另外那个女的还在等另外一个女的出来，我现在还没看到，我在等另外一个女的出来。这个男的我先把他叫出来了。那你说，他有什么瘦高不瘦高的？我如果把他封在瘦高了，那就表示呢，那就表示，不要用那个词，我突然间一个词进到我的头脑里面。你知道那个太监了，服侍皇上了，都服侍的，一辈子都在那皇宫里面。我不要说你是太监，哎呦，不要这样的讲，我突然间不想讲又讲出来，真是要悔改。我怎么可以宣告你是太监呢？有啊有啊，那还要找出另外一个太监来啊，跟你匹配对。不，我们不要这样讲，他要有儿孙，还要生养众多啊！感谢主。你要不要？
有啊，他说我要，这不是太监哈。你知道那些人啊，古代皇宫里面的人，他们一进去就没有再出来，一直都在宫里面，对不对？那我们说微良他有家，他以前的家 在哪里啊？沙巴的什么地方？首都啊，三打根。哦，三打根啊，我去过。他已经离开家了，现在住在这里，对不对？那我们就说这里是这个人是守神的殿的老人，守到老。啊，意思说40年以后呢，他还在守着这个殿呢。啊，他不会离开，因为他就像太监性质，他不是太监，像太监的那一个。在进到这个宫以后就守这个宫，守到那个时代结束了。所以呢，这个呢是受膏者，除非你也要像他这样守在这里守到永远的，你可以站在他右边。可是你现在这样的讲了，我看没有太多弟兄姐妹想做太监的，因为一守的话不得了了，守到这个还要扩展，你还要负责扩展这个教会。所以呢，我想不知道，不过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人我可以叫，你们觉得是谁？不是女的，这次是男的。女的我现在还没看见，除了丽君以外，那男的，文斌呢？文斌已经送出去了，文斌又不想回来。文斌自己有产业了，在外面自产了，外面生养众多了。文斌到时候我祝福他，让他生养众多啊，让他是这个啊，让他是分国的啊，他已经分封的王啊。我还在叫一个，让他两个配对，守住这个殿，守这个殿，像太监一样守住皇宫一样。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私底下叫他的绰号叫太监了哈，人家要结婚要生小孩的。呀呀呀！我要。我还在叫一个，你容许我再叫一个吗？容许。那我不知道人家要不要，你是肯定要的，守住这个殿，守到你这个灯枯油尽了，你守到你最后一分一秒。我总是要叫一些守住殿的人嘛，对不对？好，我要叫的另外一个就是正恩。啊，哎，你们这咻咻叫的咻什么的，真的很神圣的，那很神，这不是好玩的啊！真的来我的左边，这个人啊，也是另一个太监。这个啊，你可以看到了，从现在往后推40年，他还会在这里，他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他要同时见证这个历史，啊，同时见证这个历史。一说这个殿的存在了，我可以见证，我要守这个殿，守到了我灯枯油尽的那一天，我就鞠躬尽瘁，至始忠心。这个人有忠心的灵啊，忠心的灵在他的里面。虽然呢，他有一些的变化，但也没有关系，啊，上帝呢会有动作，啊，上帝会有动作。但我要封他在这里，把他封在这里。不让他移动，我也不会把他拆出去，不会，我要让他守这个殿，跟微良一起守，啊，他是好像金针台旁边的两个男生的受膏者，刚才丽君是女的啊，但是呢，那个金针台有男的、女的守的不一样的哈，所以呢，我们要让正恩守在这里，正恩，我如果把你守在这里，你可以吗？啊。可以，正恩不善于讲话，他做事多，他不善于讲话，这个人是讲话多，做事也多。我们讲到两个受膏者的时候呢，其实我心中里头呢，真的是希望有人守这个殿，守到白发偕老，好像走到白，走到什么灯枯油尽，走到头发白，走到主房接回殿去，还是可以把见证交给下一代去，这样子。
所以呢，他们要站在这个许牧师他们旁边做左右的这个受膏者，让他们住在这个教会，守住这个教会，以教会为家，而且守到永永远远，守到主叫他们回去的时候。啊，曾恩今年几岁？43。那你今年几岁？42。哦，四字头的、啊。哇，那你还没有家？啊，没有，他的家就是教会啊。不过他会生养众多了，真恩你还会生养众多，你放心好了。神要见证神迹，见证这个殿是怎么样被建立，怎么样子去成就，还怎么去扩展，怎么去满有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会为这两个男生的受膏者祷告，你们说可以吗？你们支持吗？你们乐意看见这两个守着神的殿直到永永远远吗？啊，直到把你们都送回去他们才回去。守住这个殿哈。好了，我们为他们祷告。有人拿我的麦克风一下吗？哎，许牧师来，哎，这是你的两个受膏者，你要抹油啊，给他们抹油啊。抹油啊，受膏者要抹油，抹多一点没关系啊，这个要下来一点啊，不要，主要我当讲话动来动去吃到这个麦克风，要不我的牙齿掉了。哎，你这样子手会很酸，你站到后面来，这样手比较不酸。啊，对，这样手比较。那这个，哦，大瓶的，哎，这个是 baby 油，不是橄榄油，要橄榄油。橄榄油。嗯。拿了 baby 油，到时候高下去的话像冰 baby 啊。高错油了。有，来者来者。你们要常常准备大瓶的油。给牧师。抹在他手上也可以啊，钉痕的手，啊，他们这两只手钉在这里了，好，我要重新再声明一下，这个不是地位，所以呢，我也没有说他们在左右两边的地位，我只是说他们是受膏者，受教会的，明白没？你不要到时候说，哎呀，黄爷爷你不公平啊！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了，我怎么没有成为那个左右的人呢？不是这个地位的问题，我一直告诉你不要争这个地位，因为地位不是人赐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啊。他们是受膏者，他们要护卫这个殿，供应神殿有膏油，他们要守住这个殿，直到他们被接回去。直到把每一个人都送走了，好，所以呢，我们要为他们两个祷告。好，所以说我们讲到撒迦利亚先知所看到的异象，我们心中很渴慕，因为天上有这么一个 pattern， 有受膏者，有金灯台，那教会本身就是金灯台，可是受膏者是谁呢？如果我可以把天上的异象象征也放到这个圣殿中来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殿就是金灯台，那我们说选择这两位弟兄做受膏者，他们要守住这个殿，他们要与这个殿 共存亡，他们跟这个殿是绑在一起的，不管他们的家在哪里，这个殿也是他们的家，永远都是他们的家。这个教会的兴衰，这个教会的过程历史种种，他们总是要付上自己的代价去把这个殿照顾好，所以他们是两个受膏者，除了供应膏油以外，他们还要保护好这个殿，保护好这个殿不受仇敌的攻击，也不让外来的入侵在这个殿毁坏这个殿，他们要在神的殿不断的看守再看守，
直到呢神的荣耀彰显。您看基路伯，那您看那个约柜有两只基路伯保护的这个约柜，如今呢约柜也在我们教会，金灯台也在我们教会，他们两个人的好，他们两个人的职务就好像基路伯一样，要护着那个约柜，护着神的同在，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今天封他们为属灵的基路伯，属灵的这个受膏者，让他们保护这个殿，影响这个殿，复兴这个殿，守住这个殿。谢谢主，你与他们两个同在，从现在开始，圣灵的恩膏进入他们的里面，他们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人，他们会是受膏者，在神的殿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你们两个要常常绑在一起啊！哎呀，这样可以休息了没？还没有讲完吗？好，十五分钟，我们把它结束。来，那好，胸中有大目标，怎么样？泰山压顶也不弯腰，还有人记得，有人已经忘了。泰山压顶啊，胸中有了大目标，泰山压顶也不弯腰。好，我们看一下不弯腰的飞行书卷来喽。好，第一个，我们说飞行书卷会飞，那会飞。那这个会飞呢，以赛亚书六章二节有肯定看过，撒拉佛竖立的时候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飞翔，有没有看到？所以呢它会飞，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它从天上到地上，地上 到哪里去它都会飞。所以呢在但以理书里头也曾经说过呢，我在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百加百列奉命迅速什么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我按手在我的身上。好，我们说飞呢，代表天上的使者，飞代表是天上的使者。另外呢，我要说飞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来，它从哪里飞到哪里？因为空间很大，它可以飞来飞去。好，那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呢，那个加百列这个使者就迅速飞来，意思就是说，他的祷告马上被听到，马上就飞过来。所以我们神的殿啊，我们现在在神的殿，我要引圣经线，如果这殿有需要的时候，那个天使会不会迅速飞来啊？因为他有翅膀，你没有翅膀你飞不动啊，他有翅膀。所以有那个翅膀，有那个翅膀的意思就是说，你有需要要帮助的时候，他可能就在你旁边了，因为他很快，速度很快。所以呢，我们的神呢，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四周围安营许多会飞的天使，这天使会在我们的当中，啊，所以会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有紧急的、有急难的时候，天使会护卫我们。所以有一个会飞的天使，有一个飞的天使，他会在我们的中间。好，但再看下去，这个天使有多少？长二十肘，宽呢？十肘。那我念给你一代之下第三章十一节，这个是就是基路伯的尺寸，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共长多少？基路伯的翅膀张开二十肘，那这个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五肘，那挨着殿的这边的墙，那一个翅膀也长五肘，那五加五等于多少？就那基路伯他们相接，张开来的是二十肘。不过呢，它合起来是五轴，这边到这边是五轴，所以五加五等于什么？因为另外还有一个基路伯嘛，所以五加五等于十，两个翅膀合起来等于十嘛，长度是二十，这边到这边是五嘛，所以两张合起来就不是十嘛，啊，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飞行的书卷呢，刚好跟约柜上的基路伯同尺寸，啊，同样的尺寸。好，再看第三件事情。飞行书呢是一个一切被咒诅的条文的根据，因为这个飞行书的意思就是他不是随便抓你的，也不是随便抓一个人的，因为这里面都有写上按规矩办事，你又偷了多少我就按多少来办你，你有什么样的事情我就照什么办你。所以我们的神是公正和公义的，他不会随便想说我要办你就办你，私心就要办你就办你，不是，
他一定有凭据办理的。那这个凭据呢是公正和公义。好，第三第四呢，我们说呢，飞行书自动找上犯罪者的家庭。那这第四节说了，万军的耶和华说呢，我必使这个书卷出去，我当他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的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请问呢，他是突然间到他家里吗？没有，他呢在家里头，这个圣经上他藏在家里监视的，是不是这样子讲？他常常在那里，你再不出来，我就等着你，等着你出来，我就照你一下。他一定逮住你，因为他藏在你家里。意思就是说，这个飞行书警出去，他要抓证据，所以他就一直在那里等着，等到证据收足了以后呢，那飞行书警就有条文可以宣告了。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你可以可能呢，这样的一个偷窃人可以骗过某一些人，但是你骗不过那个飞行书卷的那个无人机，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发出通文了，你已经被通缉了，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通缉呢，可能派无人机就追踪你了。好，后来呢，我们在这边呢，神知道敬畏他的人的住处，也知道作恶悖逆之人的住处。这意思也就是说呢，这个无人机出去的时候呢，这个飞行书警出去的时候，他知道谁是谁，他也知道敬畏神的人在哪里，我越过去，因为没有什么可查的。他也知道偷窃人的家在哪里，其假设人家在哪里，他都知道，所以他藏在家里守着。所以呢，敬畏神的人，我不用跟他算账，所以我不必在他家守着嘛。所以呢，这些事情，我们说圣灵是不是查看我们每一天？我们不怕人查看呢，就怕圣灵查看。哎呀，这个很重要。你暗中做什么事，圣灵都知道啊。无人机啊，所以你暗中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作弊啊，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看无人机在看我，无人机在看我，而且常常在看。你如果不悔改，我就常常看你。所以有些姐妹呢，对着丈夫的那一件事情呢，哎呀，耿耿于怀。哎呦，主啊，我说不用怕。总有无人机看着，你也不用担心啊。他再不乖的话，神就会处理啊。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第五件事情，我看见了一个飞行书卷，这个书卷记录了人的坏事的记录。刚才我们看到一个金灯台，我看见了灯盏，那个是什么记录？那个是城市，成全事情的。现在我看到这个飞行书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坏事？所以刚好这两个呢意象它对照，一个神在教会成全事情，一个神在教会里头监察那些事情不好的事。所以呢，我们说呢，教会里面本来就是纯的嘛，神总是要让叫 purify 塞，把我们塞到洁净了。塞进我们，就把我们变成更加的纯嘛，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不纯了，神就派无人机去看哦。所以你可以不怕，哎，不怕牧师，不怕我都不怕，但是你要怕神派的无人机在你的家上面，你要注意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会有进到我们这个殿中里头来的，保证都是纯的，那就没有事了。清心的人，天国就在我们当中嘛，不是吗？所以我们每次聚会都是有天国在我们当中。不过你有时候要注意，有时候这些先知很厉害的，这些先知如果受启示感动的时候，他就把你给兜出来了啊，因为先知他可以感受到无人机送来的资料。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哎呦，这些先知型的人，你可以拿都没有教导你们家就算了，可是当他受启示的时候，什么事情他都看得到了。所以为什么神总是看见先知的时候问他说，你看见什么？是不是你如果读先知书，耶利米书啊，以赛亚书啊，什么的，你总是会看到神问先知说，你看见什么？因为先知呢是神的眼睛啊，他帮我们看，但他要看我们事情的。所以呢，
有些时候呢，神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到底这个人是如何，到底这个人可不可以，到底这个人你可以骗过某一些人，但是你骗不过圣灵啊，因为他的无人机整天查看就把资料送进来了。所以呢，这些事情也表示说，不是叫我们惧怕，乃是叫我们圣洁，乃是叫我们存着公正公义，乃是叫我们合乎神的心意，不行诡诈，乃是遵守神的道，不就是这样子吗？感谢主啊，我们现在讲了一遍，一边神在惩治，一边神在坏事拆毁了，神在做坏事，一直神在拆毁这件事情。那我可以保证呢，这教会40年来会很纯净，这个水不会混浊的，不会混浊了，这个空气也不会混浊了，不会 mix， 不会这么掺杂的，会很纯净。你们的教会呢，要像金晶这种纯金的金灯台立在我们当中，成为众教会的榜样。别的教会恐怕乱七八糟一大堆了，我也没有资格去派无人机去查，查了也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呢，你们的教会，这个的教会，我做督导，我就有责任看顾这个教会，把它看得像纯洁的妇女童女献给耶稣基督一样。所以这个是神喜爱的吗？不是吗？对不对？所以呢，求神保守我们。我只是不是在吓你，但是因为刚好这两个意象对照的时候，也没有讲，也会讲这个题目。你从小到大，你有听过这个题目这样讲的吗？也从来没讲过啊，是啊。所以呢，这个只有帅爷爷能够跟你们讲这样的话，其他的爷爷来啊，讲这个话讲不出来的，是不是？所以呢，我只能跟你讲，有一个城市的事情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个飞行书简在我们当中，所以你要搞怪作怪的时候，我也不怕你，因为自然有飞行书简无人机会在你家里出现，而且是藏在你家里，是不是？这有一个藏字在那边，所以呢，我们只要对神交代就行了，你也不用惧怕我，你也不用惧怕教会，你也不用惧怕圣灵，因为你的心是坦你是光明坦荡的啊。好了，我们看结论，因为这个时间的缘故啊。穷人怕来客，富人怕来劫来贼。穷人怕来客，富人怕来贼啊！穷人力气大，富人口气大；穷人手脚黑，富人心眼黑，都是黑啊！这是民间相传的一段例，这不是我说啊，民间说了。所罗巴伯刚回来不久以后，虽不是大富人，但他们不应该是大穷人，何必怕来客呢？或怕来贼呢？大地的富人口气虽然大，但所罗巴伯的力气更是大。所以做工虽然也是弄黑了手脚，但最起码心眼也不黑。神还点着七盏油灯为他们加油鼓励。如今呢，神对付这两种绝对不同情况的人，一则以油灯加力量，另一则以飞行的刀行审判。如今呢，我们给这两个意象做个结论。好，看完了我也练完了，我们时间的缘故我就练的 A。灯台上的灯有预表什么？圣灵。灯有越多什么？灯光越明。灯有不断加添，油灯继续点明，这个是灯台的奥秘。 B 呢，圣灵不是凭人的力量大小而拥有，而是神因工程的大小而加添。圣灵不是人力量大小而拥有，你工程越大，圣灵就越大。所以管子越大，灯台越宽，输送的油就越多。我们就是灯盏、灯管的器皿，只有透过圣灵使灯台发光发亮。吸，你们念。灯盏亮不亮？决定在灯管和灯油，灯管畅通，灯油就亮。所以呢，我们自己决定要让这盏灯亮不亮。第一，神的原则是呢，灯台的灯继续发亮，然后审判的书卷也继续飞行。神在他的殿中若要保护油不减灯不灭，自然在他的殿中会继续施行看守，
避免贼入内行抢行偷。好，一，你念。除贼，毁损荣耀的事，神自然会插手管。只有肯愿意让主管的人，才能越发兴旺。我们说阿们。啊，我们要不要让主管？要不要让主点检？嗯，无人机可以在我家中无所谓的，因为你查不出什么，我就可以荣耀神了。好 ，F。愿基督的磐石成为新殿的主人，愿人都说愿恩惠归于这殿。我们一起喊说愿恩惠归于这殿。再说愿恩惠归于这个殿。再一次大声说愿恩惠归于这殿。阿们，哈利路亚。属灵前辈说了一句话，说属灵的长进呢，在积极方面是增加神的成分，在消极方面是减去占有你的东西。减去多少，在乎你的心向的神有多少。所以呢，一面增加一面减，你要减才能够增加，是不是吗？所以人家属灵的前辈就说，早就是说了，属灵的长进呢，积极说是增加神的成分，神的成分越多，我们就越长进。可是是消极方面说，就是把你阻碍的部分都删掉了，那这样呢，你就能够更加的成圣，更加的增长。所以减去多少呢，在乎你的心向的神有多少。你愿意向神多一点，神就减吧。我不是我已经完全神还在减我吗？啊，所以但是在这个方面的时候，神就是要减就增加，你要增加就要减，让这些事情让神得荣耀嘛。 Amen。 我们讲完了，好快啊，讲完了。好，弟兄们，让我们从我们座位上我们站起来，我们请来回应我们的神。今天上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主啊，今天早上愿你所发出每一句话，愿你按着你的心意来成就在你的教会。主圣灵，我们把一切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跟随你的脚步。圣灵啊，引领我们每一位。一起来宣告 ，Come on。 Holy Spirit, we call on you. Holy Spirit, we call on you.Holy Spirit, we call on you. Welcome you, welcome you. Holy Spirit, we call on you. Holy Spirit, we call on you. Holy Spirit, we call on you. Welcome you, welcome you. Holy Spirit, we call on you. Holy Spirit, we call on you. Holy Spirit, we call on you.Holy Spirit, we call on you. Holy Spirit, we call on you. Holy Spirit, we call on you. Welcome you, welcome you.Dream.
圣灵啊 We welcome you Lord 我们尊荣你尊崇你 Holy Spirit we call on you Holy Spirit we call on you Holy Spirit we call on you Welcome you Welcome you Holy Spirit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对教会讲话，我们感恩天父，教会有你的声音，有你的引导，我们真的是知道说，我们听见神你借着先知对教会所发的预言所讲的话，就好像你怎么样差遣哈该先知去把当时候的教会建圣殿建造起来，你怎么样差遣这个所罗巴伯去把神的殿建造起来，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也感恩你派我们你的我们的督导来到我们当中，把你的话讲得清楚，以致我们今天是听到上帝直接对我们讲的话，而不是听到圣经的话语而已。所以我说让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心开始单全起来，我们心开始纯洁起来，纯洁起来，像金晶一样，纯洁的晶一样，不再复杂，不再自以为是。主啊，因为真的是没有人可以逃过你的无人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说，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是完全纯洁的。无人机在我们家监视的时候，也查不出我们有隐藏的东西，也查不出我们有隐藏的罪，因为我们都在你的光照之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宣告说，这个殿不会有缺乏，因为当所有当给神的都要给神的时候，这个殿的经费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要宣告说，当给神了，就全都会回归给你，你自己会差遣飞行的书去把当得的，当回归给你圣殿的，你都会把它带回来，因为你要让这个教会成为最荣耀的教会，你要我们去祝福其他的众教会。谢谢神，奉耶稣基督名求的，